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 NHK 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啊，军武起言啊，你节目主持 Larry 啊，我话呢一节咧嘅世界防消息咧，想同大家讲一啲比较伤感少少嘅嘢，咁咧就呢个世界啊，咁真系咧缘起缘灭就生死有时噶，咁咧所以咧你见啊，咁咧就 even 啊，美国嗰啲嘅战神级嘅航空母舰咧都冇办法噶，咁咧都系逃唔开咧呢度嘅生老病死啊，咁咧就真系。当初咧，即系咧，啱啱服役嘅时候，梗系生生猛猛啦吓，咁啊，最后船体会老旧啦，系要病下啦，得闲维修下啦，咁最后咧，终于咧都去到咧，即系咧走到尽头嘅一天啦吓，咁咧就我哋咧今日咧要讲咧就系咧两艘嘅航空母舰啊，咁啊一艘咧都系显赫赫大名嘅 CV-63 啊，咁呢个嘅 Kitty Hawk，咁啊大家咧见到呢一艘啦，咁啊另外一艘咧，咁啊都即将咧迎嚟啊，即系咧佢嗰个嘅黄昏嘅时间咧，呢个咧就系咧呢个嘅 CV-67 啊。咁呢个金乃迪号啊，咁啊当然啦，金乃迪号咧，咁啊嚟紧咧，佢亦都有啊，借尸还魂啊，即系咧另外一个躯壳啊，咁咧即系我哋讲啊，呢个 CVN-79啊，咁啊似乎啊，即系嚟紧咧，咁啊金乃迪号有冇机会咧，即系咧又再次咧喺海上威威吓，因为阵间都讲个 CV-67咧都系有啲嘢威水史度噶。咁啊，当然啦，喺呢个嘅睇之前咧，大家记得帮手睇下广告啦。咁另外咧，就订阅我哋 YouTube 频道啦，咁 Patreon 啊、货金啊等等啦，咁啊可以咧多啲 comment 啦、like 啦同埋 share 嘅。好啊，咁我哋咧翻嚟啊。咁啊讲起咧，咁啊其实因为咧就嚟紧会将 Kitty Hawk 咧同埋咧呢个 John Kennedy 咧两艘咧都会卖咗佢嘅，咁啊终于揾到呢啲买家啊。咁啊讲起航空母舰咧，其实佢哋最终嘅归宿咧都系要劏嘅。咁啊，劏船咧，咁啊，已经系比较复杂啦，仲要劏航空母舰咧，事实上真系相当之唔容易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其实前苏联咧，咁啊，当时亦都有一艘咧核动力航母啊，嗰阵时起紧啦，乌里扬诺夫斯基号咧，最后咧亦都系咧拆毁咗佢噶。咁所以咧，即系你会见到咧，就即系拆航空母舰咧，每一次咧都系一个大工程啊，相当之唔容易。咁啊，讲起咧，今次咧就呢个嘅。美国海军啊，咁啊有人话，哇，佢好似咧贱卖两艘航空母舰喎，因为咧建造佢哋嘅时候咧就亿亿声噶嘛，到卖嘅时候咧就卖咗咧一仙啊，咁上下咁嘅钱啊，一仙，咁咧就卖咗出去，咁咧一个美分啦，或者有时我哋叫下，咁啊卖咧一个美分咧出去咧街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哇，喺有冇可能咧价值咧跌到咧唔知系亿分之几多咁样，点解会跌到咁嘅咧，系咪？啊，个原因咧又唔系太复杂噶，因为事实上啦吓，即系咧当咧呢啲战舰除役之后咧，好多时咧佢本身嘅价值咧反映唔到出嚟，因为咧佢嘅价值咧都真系喺战斗嘅时候嘛。嗰度咧拆除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咧最后咧你所有先进嘢都好啦，一拆咧就只能够用咧重量咧去计算啊。咁所以咧无论你啲超级钢几靓都好啦，经过岁月嘅洗礼咧，啲钢咧冇办法噶，即系当咧废铁啊、烂铜烂铁咧收买佬咁样咧去卖咗你嘅。咁啊呢样嘢咧，当然咧就会即系有啲谂起都觉得令人啲唏嘘啦吓。咁但系咁讲啦，其实咧拆嘢咧都要成本嘅。咁所以咧，如果拆嘢嘅时候咧，佢哋都分分钟咧，美国海军仲要俾翻几百万人哋咧去帮佢咧拆添噶。咁啊咧，老实啦，拆船咧都几辛苦嘅，尤其是拆啲咁硬正嘅船，系咪？即系我哋讲咧，炸都炸唔烂噶嘛。咁你点样先拆得到佢咧？都真系要花好多功夫同技术噶嘛。咁讲翻啦，今次咧咁啊中标咧，即系咧去拆除啊呢两艘咧呢个嘅战神呢个嘅舰艇咧，呢两个呢个就系墨西哥湾嗰边啊，咁啊 Texas 嘅，属于咧位于咧呢个嘅 Brownsville 啊，咁一个地方啊，咁一个咧叫做 EMR 集团啊，咁呢个集团咧有间咧子公司啊，咁啊 International Shipbreaking 啊，咁啊呢间嘢咧就已经同海军咧达成咗协议噶啦，咁啊两个美分，即系两美仙咧，咁咧就买咧呢个航母，咁咧就即系咧我哋讲啊呢个嘅海军嘅呢个嘅海上系统司令部咧，其实都宣布咗噶啦，嚟紧咧会揾啲 contractor 咧拖两只船走，咁啊拖到佢咧过海，咁咧就去到彼岸咧，咁咧就去拆啦。嗱，咁我老实讲啦，即系咧，我哋讲个 Brownsville 呢个地方咧，又好得意嘅喎。呢个地方咧，又真系咧好支持咧呢度嘅拆船业呢样嘢，咁所以都成为咗咧好多时咧 Brownsville 咧都其中一个地方啦。咁可以咧，俾啲船咧退役啦，或者附近咧，即系可能甚至乎咧要清拆咧，亦都咧喺呢个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因为咧喺墨西哥湾嗰边啊，Texas 嗰边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咧远洋过去啊，即系我哋而家见呢啲两艘咧，都会属于咧华盛顿布雷默港啊。布雷默顿港咧嗰边啊，咁咧喺 Brampton 嗰边过去咧，咁啊真系唔好意思，你系唔可以过咧呢个巴拿马运河嘅。
咁啊，巴拿马运河咧就真系不能够过到咧，即系呢一两艘嘅航空母舰吓。咁所以咧，航空母舰即系唔好意思咧，你又要兜到去咧南美洲嘅南端啊。咁咧就兜咗南端之后咧，就屈翻上嚟。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去咧呢个嘅墨西哥湾吓嗰边。咁所以咧，其实个路途啊，即系海途啊，非常遥远啊。咁啊，如果我哋要计翻条数咧，咁啊分分钟咧都要计成啊2个零月嘅咁上下噶。所以咧，真系唔系讲笑噶。咁啊，即系讲翻啦吓，咁咧就 Kitty Hawk 啦，其实咧都宣布咗啦吓，佢原本咧，佢咧即系09年退役咧，都摆咗去咧布雷密顿噶啦，咁咧就摆咗一个咧海军造船厂入面啦，咁啊基本上咧就维护住佢啦，咁咧就即系摆一个咧个干路入面啊，咁亦都帮佢啦，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咧，咁啊去除下啲藤壶啊，即系咧搞搞佢，咁啊都系要保养噶，即系咧就你都唔可以咧即系当佢啦吓，完全咧就即系冇用嘅情况，咁你都要维护住佢嘅。咁啊，當然咧，即系咧，而家面臨拆除嘅，梗係唔止佢啦嚇。其實咧，面臨拆除咧，其實咧都仲有咧好多咧嘅船啊。咁啊，包括我哋講咧，由好人理拆號咧，變咗到呢個嘅熟人理拆號啦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經歷咗一場啊世紀大火嘅嚇，咁燒啊燒足咗咧，成咧唔知2日定3日咁上下，3、4日添嘅。咁啊，燒到咧乜都穿啦嚇，包括咧個艦島啊、桅杆啊等等都燒到穿晒嘅。咁啊，即系咧要整翻佢咧，咁啊真系用咗唔少钱噶，要啊，咁啊就整个手咧，就其实都差唔多嘅，基本上咧去整佢同整嗰部新嘅都系一样噶，咁啊梗系咧做个手新啦，系咪先？所以冇办法啦，咁啊所以咧呢一手啊，即系我哋讲好人理拆号咧，又系变成咗咧烂铜烂铁咧咁样卖出去嘅，咁啊都系一个价值咧，可能比几美分高啲，咁因为咧佢嘅船身就比较新啲吓。咁咧都系卖出去，咁但系咧好明显咧都系咧拖出去咧要劏啊，咁啊即系又系咧要一个成本啦，即系去处理啦咁样，咁啊所以咧都系咧每一次咧呢啲咁嘅军舰咧，真系如果咧有啲咩事咧要劏嘅，事实上啊，咁美国海军咧都要抌笔钱，哇有时啊你抌嗰笔钱啊唔系讲笑，其实你真系咧系可以咧喺好多国家嚟讲咧可以整一艘好劲嘅2栖攻击舰啊，或者整一艘咧都唔错嘅船舰噶啦。咁當然啦，即系咧，我哋都講翻啦嚇。咁咧就即系 CV63 啊，CV67 咧嚟緊咧，即係去到咧嗰啲船廠咧都隨時啊要拆咧，都要拆幾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新聞咧，我哋相信咧都繼續咧天天都有啊。咁啊，關於咧石劍即係佢哋嗰個情況。咁啊，另外咧，我哋講到咧 CV69 啦吓，咁 CV69 咧，其實咧唔好意思啊，CV67 啊。咁啊，講起咧 CV67 咧，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幾關心佢嘅。因为咧都觉得咧 CV67 咧都曾经啊，即系经历过好多嘢啦，包括咧之前啊，即系你见咧都有参加啲国际海军节啊等等啦，咁啊同埋咧佢咧事实上啊，佢都系有啲嘅战力噶，咁啊包括咧佢都曾经咧喺咧利比亚嘅时候咧，咁啊击落咗咧即系行踪诡秘嘅利比亚入面嘅米格29啊，咁咧都真系声名显赫噶，咁啊上面嘅 Tomcat 啊，咁啊两只 Tomcat 咁啊打人哋两只米格。咩都话得俾你听，哇！真系美国嘅舰载机，真系唔系讲笑嘅吓。咁啊，舰载机咧离远 mark 到你咧，然之后咧射击咧，将你两架嘅米格29都击落噶，咁都成为一时嘅佳话吓。咁啊，同埋咧，咁啊，金乃迪号咧，咁咧其实佢都有经历过咧呢个嘅 Desert Storm 啊，即系我哋讲啊呢个嘅沙漠风暴啊嗰个情况嘅。咁啊，所以咧你会观察咧，其实咧即系金乃迪号啊，即系本身咧。都唔弱噶呢架船啊，即系咧佢都有个咧几辉煌嘅过去嘅。咁啊，讲起 Kitty Hawk 咧，其实咧佢哋咧都有几艘咧同级嘅船噶。咁啊，其中一个咧应该比较出名嘅 CV66 啦，我哋讲美利坚号啊，你冇听错啊，呢、这个唔系队长号，我哋平时讲个美利坚号啊，呢、这个美利坚咧系航空母舰嚟噶吓，佢咧属于小鹰级咧三只入面啦吓，咁诶就叫做后最尾嗰只噶啦，基本上。嗱，因为咁讲嘅，嗱，金乃迪号咧虽然都系叫做咧小鹰级啊，但系其实有时啲人当佢咧系金乃迪级嘅，咁啊你可以当佢咧就系自己就唯一一级，自己嘅级别入面嘅唯一一只啦。咁但系因为咧我哋讲咧 CV67 咧，其实原本咧其实系谂住咧攞做核动力噶喎，咁但系最后咧就冇 pass 到啦，咁啊变咗啦，好得意咧，咁啊做咗咧变翻做呢个普通嘅动力啦，即系我哋讲常规动力噶嘛。咁啊，所以咧就 CV67 系特別嘅，咁 CV66 都可以話咧係 Kitty Hawk Class 咧入面就最尾嗰只啦。咁佢嘅命運咧比較特別，因為佢最後咧美國海軍選擇就唔係咧將佢擺博物館啊食，而係選擇炸沉佢，
咁啊，当然啦，炸沉佢咧喺个升 exercise 上面咧都相当之复杂啦。咁啊，炸到啊，炸咗成个礼拜都唔沉嗰啲咧，跟住最后咧要用啲 Mark 48啲重型鱼雷咧，轰佢龙骨咧，嗰啲啊，轰到佢啊，即系挫一挫啊，用整个船啊，10万吨啊，唔好意思啊，即系 CB 螺螺冇螺螺冇咁重嘅，即系咧700万吨嘅力咧，蹬上蹬落咧去截断个龙骨，然之后最后啊，跟住咧就沉落大海嘅。咁啊，虽然咧命运好悲壮啊，但系事实上对美国海军咧嗰个嘅航空母舰嘅发展咧就贡献甚多啊。咁啊，令到咧美国海军咧清清楚楚知道啊，整个舰艇咧分布啊，包括整个咧嗰个重心啦，包括啊每一个嘅水密室啦，包括咧佢哋点样先会沉啦吓，等等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佢都摸得咧一清二楚啊。咁啊，呢样嘢咧就真系唔系几多个国家咧就真系做得起咧呢件事情嘅。咁另外一艘咧，我哋都不得不提咧，就係呢個嘅咧 CVN 65啊。嗱，CVN 65咧又係幾特別嘅一架船。咁 CVN 65咧係咧，你發覺係中間突然間有艘咧核動力航母咁走出嚟嘅喎。咁啊真係橫空出世嘅。咁亦都係美國咧第一艘嘅航空母艦咧係用核動力嘅嘛。咁啊，如果之後咧佢後繼嘅艦咧就已經攞到 CVN 68啦，即係攞到尼米茲級入面嘅首艦啊，尼米茲號啦。咁啊非常特別啊。咁你見咧起咗呢個嘅航空母舰咧，核动力之后咧，竟然咧就继续咧都仲系起啊，即系嚟66啊、67呢啲咁嘅常规动力。理论上咧，67咧，即系我哋讲金乃迪级，理论上可以接到佢嘅。咁啊，不过冇办法啦，最后咧，即系我哋讲到金乃迪号咧，Kennedy 咧都系转翻做咧常规动力噶嘛。所以咧，65号咧就当年比较孤单啦。但系65号咧咁讲，即系咧佢咧 Keep 舰咧，Keep 号咧，其实佢系好特别嘅，因为佢个舰身咧系非常之咁长嘅。咁點解個艦體做到咁長咧？即係史上最長嘅航母艦啊！唔係福特號係佢啊！個原因係因為咧，佢咧嗰個嘅核反應堆咧要做得夠大嘅，佢又好誇張嘅。嗱，即係咧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哋講咧核反應堆咧，例如我哋講尼米茲級啊、福特級都係咧兩個核子爐就夠啦。佢有個啊，佢要做8個㗎，咁啊相當之誇張。咁你諗下，佢要做8個咧，咁你就知道咧每一個咧個 shielding 要做得相當之好啦，即係個封閉要做得非常之好啦。所以咧，你未幻想到咯，咁点解65号啦咁鬼大只嘅？咁啊，原因系因为咧，真系事实上好多嘢要处理啦。咁啊，烂桥等等咧，又未吓可能啊，即系做到咁细嘅情况之下咧，咁所以咧，你见咧呢个嘢咧，真系好鬼大架嘅。咁啊，睇 anyway 啦，咁我哋嗰度咧65啊，即系咧佢咧要去清拆嘅时候咧，都会有烦恼嘅。咁但系65咧，其实咧到依家咧，今时今日咧都未拆过啊。咁咧，即系咧，佢咧而家咧挤咗入去呢啲 port 度啦吓，例如我哋讲 news port 啦咁样。咁咧，其实佢就即系要等拆噶。咁啊，当然啦，佢拆咧就真系非同小可。佢又唔同咧，我哋头先讲 CV66 啊，CV63 啊，CV67 啊咁样。因为咧，我哋讲到呢个核动力嚟噶嘛。咁啊，核动力咧，如果要拆咧，咁啊，当然咧多咗好多嘢要处理啦。咁啊，包括咧，你见啦，咁啊，嗰个舰倒拆出嚟之后咧，船后面啦，船前面啦，咁同埋咧，最紧要嘅核反应堆啊嘛，咁啊，所有呢啲位置咧，都系会相当之麻烦，咁所以咧，你会观察咧，如果我哋要拆咧，你就要将咧 CB65 咧，CBN65 咁样拆法噶，啊，咁大家见到咧，好多个唔同嘅 section 啦，咁样拆出嚟，咁啊，同埋咧，要好小心处理咧，嗰个核反应堆啦。咁啊，一个咧俾大家借鉴下啦，唔完全 exactly 一样嘅就系咧，我哋讲呢个核潜艇嘅。咁喺美国咧，拆潜艇咧嗰个嘅技术咧就当然会有啦。咁啊，同埋亦都比较普遍啊。咁啊，讲到拆到核动力航母咧，其实都仲未试过啊，即系咧讲到咧，依家 keep 好咧都仲系观望状态啦。咁所以咧呢个啊，拆咧核潜咧，可能咧系俾大家一个灵感点样处理。咁啊，首先咧，咁啊要将咧佢嗰个嘅堆芯咧攞出嚟啦。咁啊，然之后啊，咁啊摆到船舱。然之后运送，然之后咧，跟住咧去到个 port，跟住之后咧，咁啊再啊运送去到一个地方咧，就去咧，即系深处咧就埋葬咗佢啦吓。咁呢个咧就暂时啊去处理咧呢个嘅核反应堆啊，我哋见到呢个潜艇嘅核反应堆呢个情况嘅。Anyway 啦，咁啊其实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咁讲，喂，其实咧呢啲海军嘅舰艇咧，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系美国睇落去咧，就好似好旧。喂，其实好多国家都觉得佢仲好新净噶嘛。其实喂，有冇办法嚟咧？经常性都讲，喂，将 Kitty Hawk 复活啦，不如咧，而家老实咧，你啲舰都唔系好够用啫嘛。嗱，我哋又睇一幅图啊，例如咧，讲到啲舰队咧，其实而家都好阴功嘅，经常性都唔够舰用嘅，系咪？即系例如大家睇啦，如果咧你冇翻咧，我哋讲啲两栖攻击舰啦，即系我哋讲黄蜂级又好啦。
即系未你兼及都好啦，你唔系有个第一定咧，好多时都唔够滥用嘅。咁虽然咧，我哋讲到第七舰队，你本身咧就已经有个 Ronald Reagan 喺度顶住噶啦。但系咧，你咧敢唔敢派到隔篱 Carl Vinson 过嚟又好吓，即系你派 Les Stannis 咧过嚟又好，John C. Stannis，其实咧都唔系好够，因为真系咧西太平洋呢边真系好鬼大噶啦。咁啊，另外啦，你讲到咧东岸嗰边或者咧要经常性派住中东啦嗰啲唔同嘅舰艇，咁所以咧，其实咧计嚟计去咧，即系而家啦吓。咁啊，之前咧仲衰，之前咧其实咧十艘，咁咧就即系我哋讲到咧 CVN 65啊，退咗之后咧，其实都真系唔系好够用嘅。咁你见啦，福特级啊，依家出咗嚟咧11艘，其实原本咧美国海军咧经常性啊，哈林顿年代都系讲咧要12艘航母舰。嗱，老实咧，11艘咧都真系已经咧系好掹掹紧用噶啦。咁啊，大家都知啊，美国海军咧好中意咧个叫做6+1嘅部署啊。咁啊，加一咧，即系你见啊，即系一个嘅部署6+1咁咧。好多时咧都系要佢哋啊，经常性咧系有一个6艘嘅 ready 嘅舰艇去准备，所以咧非常之咁困难嘅。即系你如果有十诶、你14、11艘有6+1咧，第一计咗条数啦，即系有船舱又要整又要训练就成，所以咧经常性都系非常之吃紧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见啦吓，将 Kitty Hawk 咧摆翻出嚟啦，系嘛，甚至乎将咧呢、这个 CV67 摆出嚟咧，哇，真系即刻舒缓噶。咁但系咁讲咧，其实都真系几阴功嘅。你谂下，即系 Kitty Hawk 呢啲系咪？佢都系咧，即系当世咧服役咧，佢唔系最长嘅嗰艘咧，都系第二、第三噶啦，都系 top three 噶啦。即系咧讲个服役嘅时间。咁啊，Kitty Hawk 咧，事实上咧，即系都系啊，即系喺我心目中咧，佢同卡尔文森号咧争少少啦，但系佢都好勤力嘅呢艘 Kitty Hawk。咁啊，即系咧，你见到佢咧喺唔同嘅身形，咁啊，同埋佢以前系咧常驻横须贺噶嘛。咁大家亦都知咧，第七艦隊咧任務真係好繁重嘅，所以咧其實咧我係對 Kitty Hawk 咧相當之尊敬呢架戰艦。咁啊當然佢亦都有嚟過香港啦，咁啊同埋咧就講到咧佢最出名嘅事件咧就係咧佢曾經試過俾咧中國一艘嘅柴電潛艇送級啊。嗱送級咧當年咧呢個柴電潛艇咧連 AIP 嘅技術都未獲得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冇原級嗰種咧咁隱身嘅，咁啊比較嘈，但係竟然有一次咧就喺 Kitty Hawk 嘅後面彈出嚟啊，大概5海里嘅位置。哇，都几鬼得人惊嘅。咁呢单嘢系有 alarm 噶，即系令到咧美国海军啊，即系非常之咁咧注意到咧中国潜艇嘅威胁啊。因为咧，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中国嘅潜艇完全系冇威胁嘅。咁啊，包括咧佢嘅汉级咧同埋下级，即系我哋成日讲嘅091、092，完全咧核潜艇系唔入流嘅。你一挞着我听到啦已经，但系估唔到俾架送级潜艇偷到鸡。咁咧，我亦都喺呢个事件上面咧，我个人咧就明白到咧 Murphy's Law 嘅重要啊。咁即系呢个世界咧，凡生活出错嘅咧，就会出错噶啦。咁啊，即系咧，甚至乎中国吓，你咁睇唔起嘅潜艇技术咧，佢都可以咧伏击你一次噶。咁所以咧，中国今次咧浮起上嚟咧，洋洋得意咧吓，偷鸡成功咧，其实呢样嘢咧，亦都令啊中国咧个海军咧相当之鼓舞啊。咁呢个咧，佢哋真系咧央视啊乜嘢都好咧，节目咧都唔知过咗几多年。anyway 啦，即系咧，我哋讲到咧，就即系 Kitty Hawk 嘅情况啦。咁啊，金乃迪号咧，亦都有传咧，就话即系之前成日都想咧揾佢做博物馆啊，咪挤咗上去。咁啊，金乃迪咧当年咧都威咧，不过咧就佢维修又贵啦。咁啊，佢其实都系当年嘅常规舰艇咧最好打嗰只噶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咧个维修成本贵咧，最后咧佢最尾嗰15个月咧个大修咧都 cancel 咗咧，就直接攞去退役。咁啊，好多时谂去做博物馆嚟，大家见呢个 Midway 啦吓，咁啊就相当威威啦，喺 San Diego 嗰度吓，我谂 Simon 兄都成日上去咧影下相啊成。咁啊呢只嘢咧，事实上咧，咁啊真系享负盛名嘅 Midway，大家亦都知道 Midway 啊啲二战啊或者二战后啊嗰啲威水嘢，咁亦都有参加过波斯湾战争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呢艘咧亦都好嘢嚟噶，咁咧就攞啲咁好嘅嘢咧攞嚟做博物馆啦，教育下下一代咁嘅国民教育咧，嗱呢啲咧就真系咧。引导啊，即系唔同嘅国民咧，了解咧美国嘅历史啦，咁佢嘅历史咧，其实就打出嚟嘅，咁咧就真系咧，呢啲咧就叫做爱打拼啊，才会赢噶嘛。好啦，咁啊讲翻咧，都系讲翻个两艘舰艇啦。基本上咧，Kitty Hawk 咧，而家嘅情况系理想嘅，系拖得走嘅。Kennedy 咧就要等多半年啊，咁咧要再 assess 下呢架船，而家个船身咧适唔适合咧，即系拖走咧嗰个位啊。咁啊，所以啊，呢两艘咧，最后呢两艘船咧，我哋咧都最后咧俾个致敬佢啦。因为咧，其实 Kitty Hawk 啊，即系咧佢都参加过咧大大小小咧唔同嘅地区冲突啦。咁亦都咧，即系咧有解决过咧，即系好多唔同咧个情况啊。咁所以咧，就 Kitty Hawk 咧，我个人咧对佢咧系有一定嘅感情嘅。
咁另外啦，讲到 Kennedy 啦，咁啊，当然 Kennedy 咧都系几战神下嘅吓，即系咧以常规武，即系常规动力嘅航母舰嚟讲咧，佢都应该系当世嘅当时啊最强咧嗰一只嚟噶啦。咁头先亦都讲咗啦，即系咧佢咧就亦都参与过，例如话咧，后少少啦，即系我哋讲海湾战争啊，或者之后咧，Enduring Freedom，即系咧嗰阵时咧去打咧呢个嘅拉登啦，即系我哋讲咧打呢个嘅阿富汗啦。咁啊，伊拉克啦，等等，咁啊，所以咧，其实 Kennedy 咧，亦都立下咧，即系汗马功劳噶。咁啊，最后啊，我哋咧就对咧呢两只嘅战舰啊，为呢个嘅世界和平咧，作出咧最后嘅致敬啊！好啊，咁啊呢一节啊，就我哋咧讲到啊，即系咧拆船都有咧凄美嘅故事噶。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收睇我哋嘅广告啦，咁啊订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我哋嘅订阅率都系好凄美嘅。咁啊，大家吓，所以咧就帮帮手啊，咁咧就即系咧38,000啊！有排上啊，咁啊唔知去到10,000呢个家乡要几耐啦，咁所以咧大家帮帮手啦。咁另外咧都系订我哋嘅 Patreon 会员频道啦，咁一杯咖啡价钱啊，咁啊支援下我哋啦，咁啊得闲咧就可以搵多啲料咧俾大家做，咁啊真系咧要好多时间去做嘅。咁啊大家都知嘅，即系咧对于个咧我哋中老嚟讲咧，时间咧有时真系唔系好见使，即系咧自己有时间做下节目咧当兴趣啦。咁啊，会俾老婆闹下啦，系咪？咁啊，女咧又会怪我唔同佢玩啦，吓咁啊，更加唔好讲咧，即系家父家母嗰啲啦。咁所以啊，我哋都尽量咧，即系抽时间，呢个都冇计嘅，真系咧，即系小弟自己咧非常中意嘅一个喜好啊。咁啊，唔可以当饭食，不过咧就真系可以咧，即系为大家啦提供最贴心嘅一个服务啦。咁啊，小弟咧其实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都可以打赏下啦。咁啊，包括咧货金啦、恒生银行啊、PayMe 啊、转数快等等啦。咁啊，亦都咧可以咧海外网友用 PayPal 啦，咁啊或者用信用卡方便嘅朋友咧，都可以咧透过 PayPal 啊，咁啊货金嘅。咁另外咧可以咧 comment 啦、like 咧同埋 share 我哋节目啊。咁同埋都提醒大家啦，咁咧就呢个礼拜六啊，咁咧就夜晚10点钟啊，咁样小弟咧就会上到去咧，即系萧山嘅香港会啊吓，咁咧就呢个 Clubhouse 嘅香港会，咁啊上面咧就会咧做一个嘅专题啦。咁啊，即系都系当一个嘉宾咧，咁啊去赴约啊，咁咧就嗰一个话题咧，萧山咧可能咧会有啲修改啦，咁但系我 propose 咧就会关于咧 AUKUS 啊，咁啊关于咧美国咧、英国同澳洲个军事嘅同盟啦，咁啊当然亦都会影响到咧整个咧亚太地区嘅一个安全，咁啊另外一个咧就会影响台湾啦吓，咁啊台湾局势我谂近期大家都好想讲啦，咁我哋嘅节目都讲得多啦，咁所以咧就。都会咧同大家分享下嘅，即系我一啲嘅睇法，同埋咧我咧分析啊，即系依一个世界嘅军事形势啦、外交政治等等啦，个风波咧会点样走落去？好啊，咁咧就我哋嘅节目主持 Larry 啊，咁我哋喺其他嘅世界防卫消息入面咧，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